BBC 得到了，我现在要把它翻译成中文。BBC 得到一支罕见的见证行动。乌克兰危机走进北约，监测俄罗斯活动的空中之眼。我们搭乘的这一架波音客机747，其实这是一间空中办公室，这里面所见还是一间北约，是一个军事联盟，有30几个成员国。但这里我们巡查北约，我们正在波兰的领空，我们目前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，北约空中支援，如果不明飞机进入北约领空，这架飞机可以立即协调。在乌克兰停留了20分钟后，我们可以实时看到这个情况，并马上报告。北约有时被指责在目前的情形中只是旁观。你觉得这是你在做什么事情吗？不同意这种说法。我要重申的是，这个我们是角色是保护北约的领土，并保障北约领空的主权。走进北约监测俄罗斯活动。蓬佩奥，中共是核心威胁，美英承认中华民国台湾。BBC 得到了，我现在要把它翻译成中文。BBC 得到一支罕见的见证行动。乌克兰危机走进北约，监测俄罗斯活动的空中之眼。我们搭乘的这一架波音客机747，其实这是一间空中办公室，这里面所见还是一间北约，是一个军事联盟，有30几个成员国。但这里我们巡查北约，我们正在波兰的领空，我们目前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，北约空中支援，如果不明飞机进入北约领空，这架飞机可以立即协调。在乌克兰停留了20分钟后，我们可以实时看到这个情况，并马上报告。北约有时被指责在目前的情形中只是旁观。你觉得这是你在做什么事情吗？不同意这种说法。我要重申的是，这个我们是角色是保护北约的领土，并保障北约领空的主权。走进北约监测俄罗斯活动。蓬佩奥，中共是核心威胁，美英承认中华民国台湾。BBC 得到了，我现在要把它翻译成中文。BBC 得到一支罕见的见证行动。乌克兰危机走进北约，监测俄罗斯活动的。